啊，各地喷发的绚丽烟火让人感受过节气氛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咖下去就对啦，等等牌桌见喽。难得不上班，当然是跟好友相约 KTV 疯狂打喝大唱一整天才过瘾。联航国外订房网随处可见，难得四天连假不出国，不然要干嘛？好不好意思抬头，能烤肉地方有限，直接上烤肉店，吃完又不用收，送啦！宝可梦推出至今，遇到最长连假就是中秋节啦，皮卡丘必卖照哦！拜托，平常上班就够累了，放假就是要在床上废到爆，才是利用连假到极致的最佳示范。